我是公共六合堂的103年哦，10月28号，台中站来中站了。159之后，风云发车进入三线，还往彰化的沿由81和81为桥墩了，在台中站停靠了。159是风云发车进入三线往彰化。800行为桥墩了。哦，车点员们，开往彰化，哎呦，有错。我们关闭车门，准备16881159是在台中站，准备关闭车门，2:06。16881。彰化的用800行为，就那用81和81，在台中还是用800。希望你用800。